咱们来继续说啊。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，在我建立决策树当中啊，根节点当中啊，咱们都是怎么样进行一个选择？那现在呢，咱们再把这个问题啊，再给它进行一个延伸，就是刚才给大家举出来特征都什么样子的？是不是说我们的特征啊，它都是一个离散值啊？一个离散值就是说，当前我们拿到一个特征之后，它是有一堆属性的吧？这个时候啊，比较好分，就是按照属性去分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那这回如果说你拿到的数据它是一个连续值呢？连续值怎么办啊？连续值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选一下，咱们想啊，就是说现在连续值我们一般就是一堆数嘛，这一堆数啊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说能不能把连续值进行一个离散化呢？所谓一个离散化，咱们最简单一种办法就是进行一个二分，也就是说啊，第一步啊，我们是先把我连续值进行按照一个从小到大的排序，然后呢，什么叫二分啊？说白了就是说，在一个地方切一刀，我说左边的属于一个类别，右边的又属于一个类别，这就是一个二分。在这里呢，其实我们一看，在这块能切一刀，这也能切一刀，这也能切一刀，这也能切一刀。那当我们连续值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干什么？我们需要便利一下这些值吧，把这些值啊，说白了，我们可以都进行一个便利。便利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就要去找在哪一块进行一个二分啊，它是最合适的。说实在的，就是说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，在连续值当中找出来那么一个离散的点，按照当前这个离散点里边，我们进行一个切分，切完之后啊，不就得到了一个左子数还有一个右子数嘛？所以说啊，连续值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处理的。实际上呢，一个离散化啊，就解决了咱们的一个连续值的问题。那下面我们要来考虑的就是在决策树当中啊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了。咱们刚才说完了决策树是怎么建立的，好像在决策树建立过程当中啊，就是说，假如说你有一百个特征，那我就用一百个特征去构造出来一个树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每次啊，我都要去找最好的。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来了，你建立出来这个树啊，是不是太大了？如果说你的特征非常多，而且呢，在多情况下，咱们每一次都是把每个特征都用上了，那这个时候这个数啊是非常庞大的吧？那在咱们家小区当中啊，咱们是不是看到就是经常有些园丁啊，把我们的一些树啊、花花草草啊进行一个修剪吧？修剪之后啊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希望我修剪之后的这些花花草草啊，看起来更规整、更漂亮一些吧？也就是说啊，现在啊，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决策树的剪枝的策略。那咱们先来想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进行减脂啊？说白了就是决策树啊本身来说，过拟合风险是很大的。什么叫做一个过拟合风险啊？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拿到了一个树之后啊，它在训练集上表达效果很好，但是在测试集上呢，它的表达效果就很差了。这个该怎么解释啊？其实你可以这么想，比如说你现在有一百个数据样本，假设说啊，你构造了一个树。这个树当中呢，你会把一百个咱们的一个数据样本都落到对应的一个叶子节点上，那是不是说，如果说每一个叶子节点，咱们往下一直无休止的分下去，可能其中叶子节点有两个，你看它有两个，你再给它切成一个，再给它切一刀，分成一个和另一个，那是不是说所有样本都会落到唯一的一个叶子节点上？所有样本既然说一个叶子节点只有一个样本，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每一个叶子节点啊，它都是极度纯净的？也就是说，理论上呢，我们可以用决策树啊，把数据完全的分得开。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树足够大，那每个叶子节点它不就是只有一个数据了吗？那这种情况下，咱们的做法是好还是不好啊？肯定是不好的，因为在测试集当中呢，咱们的数据啊来了之后啊就会乱走了，因为你的树太庞大了，它的泛化能力啊是很差的。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做我的一个减脂。在我的一个减脂当中啊，我有两种策略，一个叫做一个预减脂，一个呢叫做一个后减脂。预减脂啊和后减脂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方案。分别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们来给大家概述一下，这个预减脂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我建立决策树的过程当中啊，我边建立边减脂。什么叫做边建立边减脂啊？比如说现在呢，你的特征是有十个的，那我建立的过程当中啊，我就要想，我这十个特征一定要都用得上吗？不一定吧，用十个特征当中的5个可不可以啊？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可以限制一些参数，限制这个参数啊，会使得这个树啊，它建的不是那么庞大。那十个特征是不是说建立出来一个深度为10的？因为每个特征啊，它都是一个节点嘛。那5个特征呢，是不是深度为5的？也就是说啊，咱们预减脂可以控制树的一个深度。
光控制树的深度就可以了吗？那是不是说啊，这个树很矮但是很胖也可以啊？很胖也不可以的，我们也要限制一下，就是一个叶子节点里边样本数。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些参数是吧？咱们说边说说边带大家来说这个事儿。还有一个东西呢，叫做一个后减值。后减值是什么意思啊？它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我先不管你这个就是建立过程当中啊，它是什么样子，我先去建，反正说先按照咱们一个最原始的逻辑吧，反正建立好这样一个决策树，建立好之后啊，然后我再回过头来进行一个减值，这不也是可以的吗？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说两种方案，一种方案啊叫做一个预减值，另一种方案呢叫做一个后减值。预减值啊就是边建立啊，咱们给它边减，后减值呢就是说建立完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进行一个操作。那你说这两种方案啊，咱们用哪个是比较合适的？其实建筑员来说啊，好像一听用哪个都可以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普遍啊都是用预减值来进行控制的，因为预减值啊它是边建立边停止嘛，相当于啊就是简化了你的模型，让你的复杂度更低了一些，也是建立啊咱时候咱们可以更省时间嘛，更省事儿。所以说现在呢，我们用的一个策略当中啊，用预减值是更多一些的，因为这个预减值算法啊它是一个更实用的。那后减值是不是就不实用了呢？其实也不是这样，因为后减值啊稍微麻烦一些，你得把数啊构造好之后，我还要算一些其他的值，算值啊一会儿来给大家来说一下。咱们先来看吧，右边这个图啊就是我的一个决策树长什么样子。在我右边这个图当中啊，其实我们也看到，就是在右边里啊，我们是构造了一个树吧。这个树啊，就是咱们之后也会给大家说，在我们的那个 sklearn 就是机器学习库当中啊，有一个机器学习库 Python 的叫做 sklearn。用 sklearn 库啊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决策树的模型给它画出来。那其实呢，咱们也可以说有这样个事儿，就是决策树这个算法为什么说用的比较广啊？有一方面在于，就是第一点就是说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必须是有效果才能被用起来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它的一个可视化效果也是不错的，因为当我们再去做可视化的时候，其实也有一些复杂算法吧，咱们之后都会说，像是知识相机啊、神经网络啊那些东西，看起来都比较复杂。那些复杂的算法有一个什么样的缺点啊？一方面来说，计算量很大；另一方面来说，没办法去做一些可视化展示。所以说，当我用决策树算法的时候啊，我在做一些可视化展示的时候啊，它是比较方便的。因为一个节点，你看，你先选择了什么节点，在节点什么位置切了这么一刀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你一目了然的吧，你都是知道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决策树算法是便于我们进行一个分析的。我们当我们构造完一个决策树了之后啊，我可以回过头来进行分析啊，哪些特征比较重要，为什么在这块切了一刀，我都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吧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决策树啊还有这样一个优点，它是非常啊便利于咱们进行一个可视化展示以及呢分析的工作。然后下面啊，咱们就来说一下，在我的这个决策树当中啊，就是我这个预减值和我的后减值啊都分别做了一件什么事儿。咱们先来看我的预减值啊，预减值这里列出来几点，咱们先来看第一点。第一点啊，就是说我要限制一个深度，限制深度啊，相当于是咱们限制了一下咱们的一个，好比说啊，就是限制了一个你的一个特征数吧。假设说我现在限制这个数，这是深度一、二、三。假如说啊，我现在限制了一下，咱们决策树啊，深度是必须是小于三的。那你说是不是相当于在三这块下面就切了一刀啊？下面的还有吗？下面就没有了。建立到三的时候，它就停止了，它就不会啊再往下进行一个建立了。还可以建立什么？这是咱们第一个，就是限制一个深度啊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。在决策树当中啊，咱们最常指定的这个参数就是去建立一个树的深度。然后呢，还能建立什么？第二个，一个叶子节点的个数。什么叫叶子节点个数啊？咱们先来画一下，在我的右边图当中啊，哪些是叶子节点啊？这是叶子节点，这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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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啊，所有就是到最后了，它还没有进行一个分裂的这些呢，就是一个叶子节点。这些叶子节点啊，咱们来看，我限制什么？我可以限制叶子节点个数啊。如果说当我指定了一个叶子节点最多的个数是五个的时候，咱们来看，这是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下面还有吗？下面就没有了吧。也就是说啊，咱们可以指定一个叶子节点的个数，
如果说啊，叶子几点的个数是限制了一个数，那当咱们达到这个数的时候，还要往下分裂吗？咱们就不需要再往下进行一个分裂了。所以说啊，这是我第二参数，我可以限制啊咱们的一个叶子节点的个数。还能限制什么？还能限制一个叶子节点的样本数。说白了就是说，这里呢咱们不是有很多个叶子节点吗？在这些个叶子节点当中啊，是不是各自啊都有一些各自的一个样本的数量啊？那这里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限制，就是说我们限制一下咱们叶子节点的一个样本数。比如说某一个叶子节点，我看了一下里边样本只有八个，那如果说我限制了一个值是限制成等于十的时候，那是不是说现在只要叶子节点个数它是小于十的，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要进行一个分裂了。那它是有八个样本的时候我还要进行分裂了吗？八个样本的时候啊，我就不要再进行一个分裂了。这个就是我叶子节点的一个样本数。然后呢我还可以限制什么？还可以限制一个信息增益吧。信息增益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也比较简单，就是说刚才咱们不是说基于熵值基于进力系数都可以算一个差值吗？那这里我们也可以基于差值来进行限制，比如说某一次分裂跟下一次的时候，信息增益啊是小于我设置的某一个阈值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也可以不让它进行一个分裂，这个呀就是我可以限制一个信息增益。但是一般情况下，就是前三个像是深度、叶子节点个数、叶子节点样本数，这三个是咱们最常要进行一个限制的。之后啊，会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用 SKLearn 做咱们的这个模型。到时候呢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些参数啊都是怎么样进行一个指定的。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预减值的一个策略。然后呢，咱们再来看啊，下面还有我的一个后减值。后减值是什么意思啊？后减值啊，它也是要通过一些的衡量标准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先来说这些这个、字母什么意思。CRT 啊什么意思啊？这块有个 CT 啊就表示着当前的一个损失。损失是怎么去算的？损失啊咱们一般是这么算的，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叶子节点来说，用叶子节点样本数乘上它的一个熵值，或者说乘上它的一个进力系数。比如说啊，咱对于这里咱们来看，这是进力系数吧，这是样本个数，所以说咱们这个 CT 等于什么？用三乘上它的一个进力系数，这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 CT 相当于是对于每一个叶子节点都去算，先算叶子节点当中一共有多少个，再算这个叶子节点它的一个熵值或者进力数多少，把它们累乘在一起，再把所有叶子节点都加到一起，这就完事儿了。然后呢，后面什么？后面是一个加上了一个阿尔法贝的 TLEAF。阿尔法贝的 TLEAF 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限制咱们叶子节点的一个个数。你看 TLEAF 就是指的是叶子节点的个数，我把当前的这个式子加入到我的损失函数当中来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要让这个式子整体越小越好。整体越小越好说明什么事啊？咱们的叶子节点如果说越多，是不是就损失越大呀？那后减值可以怎么去做啊？后减值啊就好比这么一回事儿，比如说这个叶子节点它要不要进行一个分裂呢？要不要进行分裂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这么指定，比如说当前啊它里边的样本数是个九个的，那如果说啊它不进行分裂，那是不是说九再乘上进力系数 0.49 不进行分裂啊，它是几个叶子节点？就自己吧，一阿尔法，这就是说它原始不进行分裂。那进行分裂之后呢，咱们要看的就是它分裂完之后啊，这些叶子节点什么？这三个吧，这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这个呢三乘零啊，三乘零加上呢下面三乘零，再加上这个三乘零点零四，三乘上零点四四，还要加什么？还要加上叶子节点个数吧，一二三，加上一个三倍的阿尔法。那这个阿尔法是什么意思啊？阿尔法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系数了啊，系数越大说明什么？阿尔法越大说明你的叶子节点数不能越多吧，因为你要使得总数是越小的，阿尔法越大相对来说 TLEAF 应该越小一些，阿尔法越小 TLEAF 稍微大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式子写成是一个一式，下面式子写成一个二式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一式和二式的一个值，哪个值大我就是说它效果不好吧。如果说二式比一式好，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进行分裂？如果说一式比二式好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进行这个分裂就完事儿了？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后减值。后减值啊，就是说啊，通过建立完决策树之后，我们指定了一系列的衡量标准，在衡量标准当中啊，我就要看一下对于每一个节点来说，它要不要进行一个分裂。
如果说它不分裂效果反而好，那我是不是就不分裂了？在这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后减脂的策略。这里边呢，咱们对比了一下，就是有预减脂还有后减脂。刚才也是说了，咱们更常用的是这个预减脂的策略吧，因为预减脂的策略啊，会使得啊咱们的一个效果要比之前好的一些。所以说，不光是效果，就是说预减脂其实呢，它是更容易进行实现的。所以说啊，现阶段啊，我们普遍都是用预减脂这个策略啊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决策树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决策树当中啊一个整体的一个内容。